嗨，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飙股急先锋啊！各位，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新年快乐！我告诉你，从元旦过后，大行情真正的开始了。我盘中看一看，我就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了解。很多投资朋友还在怕，老师，今天大盘跌。我在盘中看那个挂单啊，我就知道有的股票啊在这里啊，下个礼就是元旦过后下礼拜一开始直接喷出，尤其是法人做账的股票，尤其是元月红包行情的股票，尤其是一些量价齐扬的股票。各位，我讲的话非常的清楚，你可以验证。礼拜一如果你来不及买，直接跳空就上去了。好，各位，今天大盘今天最后一天嘛，对不对？老是开高走低耶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开高走低啊，每天都涨台积电，你认为台积电会喷出会涨停板吗？对不对？台积电已经涨很多，每天涨联电，你认为联电会喷出涨停板吗？老是联电说要涨价啊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看一下，今天大盘是不是开高走低？你说要涨航运股，喷出大涨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，impossible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是不是开高走低？台积电今天也是开高走低啊，小跌啊，对不对？今天跌多少？跌一块钱而已啊。老师他礼拜会直接跳空，然后涨停板。不可能啦。老师来看一下啊 ,2303 的联电。老师今天也没涨。老师联电说要涨价，他会直接跳空大涨涨停板。不可能啦。啊，我们再看一下 ,2603。老师礼拜一长荣直接跳空大涨涨停板。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老师阳明破线，破线了、啊、他礼拜一直接跳空大涨，不可能了、啊、绝对不可能 impossible。 好， OK， 各位来我们看一下，我跟你讲啊，在这里啊，礼拜一直接跳空开高就会涨的6531，你看今天没有量，对不对？1700变1500，没有人要买卖了，直接开高杀下来以后，杀下来以后又被人家买到平盘哦，又被人家买上来哦。我告诉你，礼拜一开盘价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就是505，好爽哦。老师你怎么那么有把握啊？因为元月份了 开始了。你看他去年就是元月份了，去年就是元月份开始涨的，这里看到没有，对不对？300买400卖，300买400五卖，380买，元月份开始涨，元月份开始涨哦，涨停涨停涨停。我告诉你啊，从450涨到750啊，涨300块钱只花13个交易日，只花13个交易日，对不对？只花13个交易日，对不对？啊，450买哦，各位380买750卖啊，750卖700买回来。各位，这里赚200，这里赚200。我礼拜一开始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下礼拜一开始直接开盘就是505。很多会员都跟我讲，老师，爱普会不会涨到800块？有的会员说，老师我要报到800块。我说，你怎么那么有信心？他说老师教的啊。我说800很难呢、欸，如果800就一分为二，就等于1600了呢、欸。你看一下这里，这是不是一分为二？这个缺口刚好700，有够准的、欸、哦。这实在公司做干脆有够准的、欸，这700哦，啊、哦，一分为二是350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啊，这750了，不是700。那如果要补这个一分为二的缺口，就直接涨到750。涨到750有一点点机会，因为一分为二把这个缺口做一个回补之后，对不对？缺口做一个回补之后嘛。哎、欸、,750 等于1500了呢。
那我问你，可不可能有机会嘛？为什么？因为3661的四星已经来到1000了嘛，对不对？3661四星已经来到1000，所以6531的爱普啊，它如果来回补这个缺口是有机会的，好不好？有机会的啊，大家放心啦，我告诉你啊，礼拜一绝对喷的啦，啊，开盘价就505了。再来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你们今天大家都没有买这个4961的天宇，没有买吧？谁在买的？今天不是开高走高哦，它开低哦，开低哦，然后一路拉哦，哎，2000多张也是2000多张而已，结果收最高哦，上面有多少卖单，它就把你吃掉哦，最后一盘给你大量哦，哎，以前上面挂100张都吃都不敢吃，哎。今天是上面挂100张吃100张，挂200张吃200张，挂300张吃300张，他给你收在最高哦。各位你看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没有意外，礼拜一下礼拜就看333333333333300块。说实在老师有点闹亏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认为他应该是在农，就是在今年封关以前就看300了。结果各位没关系啦，明年还我一个公道啦，对不对？我也跟你讲这一只股票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他也是从一月开始涨的嘛，50涨到 100,100 涨到 150, 回到 120, 涨到 200,200 回到 180, 涨到 300,300 回到 280, 涨到 495。哎，很按照规律哦，一二三四五啊，一二三四五哦哦，各位，礼拜一大概我不知道礼拜一开盘价会多少啊，如果狠一点的话，直接开290，搞不好啦，搞不好啦，不然今天谁在买的？这个买的人哈、哦，你们融资都减少了嘛，对不对？融券小增嘛。这个买的人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是282嘛，老师又是 258, 老师又是 258,258, 老师怎么那么准？开盘价278嘛，收盘价282嘛。那如果强一点的话，他应该开盘价是在290或是292。如果啦，义父。如果叫做义父，各位啊，老师你解盘在教学啊，如果叫做义父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今天看这个盘，我真的是觉得，哦，我看了以后，我觉得对它越来越有信心了。啊，不然今天大盘在杀的时候，它怎么一路往上拉？而且都是小单、小单、小下、小单吃，最后一盘大单吃、欸，哎，唐小姐、陈小姐、林先生、叶先生、师兄。放心啦，今年红包让你赚饱饱啦，你买多少就让你赚多少啦，对不对？陈玉树，你如果有100张你就不要乱卖啦，你如果有180张你也不要乱卖啦。啊、哦、我告诉你，明年高点会过今年的高点，如此而已。我本来齁、哦、认为他应该是今年年底就要过了，结果没有过，老师好丢脸，好丢脸，好丢脸啊，对不对？真的很丢脸啊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他会过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那汤小姐啊、哦，张数也够多了啊、哦。老师虽然每天没有打电话给你，反正你都是我的股票，也不需要，因为震荡幅度太小，你要冲也没意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抱着就好。报警处理，各位，老师我要打119119啊，报警报警报警的、啊，各位不要报警处理 ，OK， 没有问题 ，No problem 的啊，各位啊，哎，最近有一些看我节目有买的，报警处理 ，No problem。好，各位再跟你讲啊，面板的6120的达院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喷出去了嘛，是不是喷出去了？这里平台整理形态喷出去了嘛？礼拜一还是跳高开啦，但是我告诉你还有一只股票叫5315的光联啊，老师今天杀尾盘，我告诉你这叫洗筹码，10000多张谁在买？
不会是你买的。一万多张诶，两千多张变一万多张，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今天的高点叫 202, 这边的高点叫 2015,202 不是我们会员买的，百分之百不是我会员买的。好，各位你看一下，量出来了，这个礼拜一只要跳高开啊，它一定跳高的啦，我告诉你啦，它礼拜一的开盘价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就是198啦。那如果狠一点的话直接试戳涨停板那也 OK 啦。我告诉你啊，第一次不过，第二次不过，第三次过了，我告诉你直接就是涨停板。欸，达运也，达运到第三季为止还赔钱呢。光联我以前很喜欢这一支啊。光联去年第三季为止赚了一块多，欸，股价真的偏低了。啊，你老是三尾盘呢，欸，我告诉你啊，最后一盘是这里杀到这里，对不对？礼拜一的开盘价如果没有意外就是平盘，就是 19.4。 它如果开盘价 19.4 那是刚刚好而已，开盘价 19.8 那就代表攻击了，开盘价20块那就直接涨停板了。今天这么大的量太漂亮了，我讲的话听得懂吗？哎，老师你都在讲你的股票。对啊，我讲我的股票啊，我讲给会员听啊，你可以不要买啊，没关系啊，你用看的就好啦。啊，天宇你也有买嘛。啊，老师我被洗掉了啦。老师我那个融资买哦，那隔天融资大减哦，哦那天从282跌到破280我就停损了。然后还好啊，还好啊，你最好停损掉，你最好停损掉，礼拜一直接攻。好，再跟你继续看下去。对不对？各位还有一只股票3014。你看哦，今天有量出来了，1000多张哦，对不对？收最高哦。告诉你这种现行最恐怖。因为在这里打一个 W 底嘛，对不对？那礼拜一万一开高呢，直接开盘价110。直接开盘价110只代表一件事情。那就代表说这一条半年线。这一条半年线要跳空过，报警处理，报警处理，报警处理。喂，119吗？报警处理，报警处理。哎，我其实看盘啊，我今天看盘啊，我带会员在买卖股票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我真的是觉得哦不得了，礼拜一一定跳空大涨。那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你。跳空大涨是一回事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4961，不知道谁在买的，最后一盘跟你这样一直拉，所以3545敦泰它也跌不下去，但是敦泰这个量看起来还要攻一只涨停板，我还看不出来，除非礼拜一哈，因为天域的跳空大涨会带动它上来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好，我讲实在话，有机会，不是没有机会，不是没有机会，一定有机会，好不好？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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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会啊！各位，你看一下啊，3034的联友，今天也是上去啊。各位，是不是他礼拜应该是也是涨的啦？啊，也是涨的啦。但是啊，联友要涨停有一点困难啊，4961的天域要涨停也有一点困难。但是比联友容易，我这样讲合理吧？啊，不然今天尾盘谁在买的？牛刀小试一下，把它戳一下，戳一些，谁在买的？啊，3014的联阳，对不对？3014的联阳，生死关头了，这一条线是不是要跳空过了？对不对？哎，他是这样从垫，从100块一直垫到这里的呢。人家已经好不容易垫到这里，那礼拜一不跳空过是要怎样？就像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啊，就像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啊，他跳空过了以后，搞不好拉两只再回撤啊。你看得懂吗？你看不懂，你看不懂了，你看不懂了，对不对？各位。3035的致远，哦，
今天还开低走高，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我在这里告诉你，50块可以买啊，对不对？各位，5351的预创，你参加别的老师叫你卖光光，又叫你去追，啊，这像话吗？对啊，20块买，25块买，34块买，40块买，40块买，40块买，一路喷，我们在这里已经大概出光了，赚的不多啦，赚几倍而已啦。老师你太客气了，赚几倍叫赚不多了啊。各位我在这里跟你讲啊。啊各位我讲话就是这样啊。连阳我看要动了。啊连阳我看了要动了。反正我们会员都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啊你要小心啦，他一跳空上去就是上去了。因为今天已经放量了。啊 ,IC 设计他本益比真的太低了。啊到第三季为止赚8块多，它会动，但是我是认为啊，连阳动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我是认为4961的天域今天的挂单我觉得好厉害，最后一盘吃单呢、欸，融资都洗光光了呢、欸，啊会不会直接跳空？机会哦，小心哦。我告诉你，这种股票涨停涨停的时候很容易哦。哎，我没有说它一定会涨停的哦，没有涨停你也不要怪我哦。但是如果涨停也是刚刚好而已哦，对不对啊？然后这里6531的爱普，你看这被打下来，对不对？又被吃上来，又被打下来，又被吃上来。本来试戳的时候还多少，你知道吗？试戳还502。结果最后一盘可能当冲当很多 ，K 下来499吃到饱，499吃到饱，499吃到饱，499吃到饱啊！那礼拜一就505、525、555、666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5315，哎，老师杀下来。正常的话礼拜一开盘价是 194,194 算是普通而已。那好一点的话 198。那如果直接开盘是20块那就是涨停板了。那如果直接试戳涨停板那也是刚刚好而已。有一些酸民说试戳涨停板散户也可以办到，那你去办办看。没关系，你试戳你把它挂涨停板你看看。我觉得啊，如果不懂股票啊，就不要随便乱讲。我们讲是有所本，我们看得懂，我们才讲。那老师，他为什么今天冲过去要下来？哎，他这个底型打了多久了？这个如果礼拜一直接跳空上去，如果量再缩一点啊，我告诉你，直接攻涨停是很有机会的。因为把筹码今天都洗掉了，该卖想卖的该卖的都全部卖掉了啦。因为今天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嘛，你是不是在这里想卖的都卖掉了，都卖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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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那你就都卖掉没关系嘛。那谁进来买的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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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技术分析我教你，我只要看挂单我就知道了。啊、哦，我这样跟你讲了，我不认为礼拜一爱普会涨停了，但是它一定开高了，100%开高了。啊、哦，因为今天尾盘那个买单的很积极嘛，它一定开高了。那开高今天最高是不是505？哎，老师好准哦，老师又是五哎、欸，五没有过哎、欸，五没有过哎、欸，没关系，礼拜一就过了，505对不对？那我问你4961的天域。尾盘这样一直买买买买，谁买的？老师，你的会员买的。我把不啦，我的会员，我的会员今天都没有叫他们买，我叫报劳就好。啊，有的会员都已经很多啦，对不对？我问你谁买的？这尾盘谁买的？老师，你自己偷买。我把不啦，自己偷买。我告诉你，老师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200多张啊。好会员啊啊，这个也不会是你买的。这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这尾盘这样子买，而且
今天还收最高 ,282, 又是 258, 老师你怎么那么厉害又是 258? 好，大家新年快乐。W188 标股急先锋，把我的主力筹码在这里告诉你，专门计算主力筹码，掌握标股的攻击模式啊，底部量缩好买点，高档爆量好出货。欸，各位我看一下啊，底部量缩看一下，今天不知道谁买的啊，来我们看一下啊，把它图跟你说一下。KD 指标要交叉了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这个叫开高走高，这一天的收盘价叫272，这一天的收盘价叫282，这一天的开盘价272叫280，攻到292。所以如果282开盘价290，那就直接攻涨停了，那就没有话讲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尾盘都是大单在吃，一直在吃，一直在吃，它只要有量就是涨停，有量就是涨停，有量就是攻击。272 280 292 282 290 292 302 OK 对不对？啊，505 515 525 OK。 各位今天大量，对不对？这个高点有没有过这个高点？有，昨天已经量表态了，今天大量哦，今天大量哦，我问你谁在买的？压不住了，因为他打算礼拜一跳空，好不好？礼拜一跳空。好，我在这里跟你讲的非常的清楚，好好去跨年，好好休假，元旦过后涨停板，谢谢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